一个假动作，再给中间带步之后的出手剑，哇哦！第三节这两支剑，你看中线。好，现场没有交给各位，所以借给勇士。中线一个急停跳投，来呀！这也是他的一个致命的武器。那我觉得，其实领航员的杨将都蛮相信自己本土的球员。这节不只是有野兽啊，还有喷射机。哇，第三节就是看中线跟志杰两个轮流表演啊。是。中线开喷了。对，你看赛事部还是了解啊、哦、自己队友的习性，一个后门给到中线打板。这就是比较像以往我们那二十年之久，所以你必须要挑战他的这种企图性。哇，中线。哇，哦，第三节。